我刚刚说，我刚刚说，因为我梦到那个小女孩太真实了，如果出现男生的话，我一定会哭。可是现在是女生，就是她，我爱你。我猜是女的，我猜男生，我觉得是女生，我也觉得是女生。身边朋友每个怀孕然后要猜的时候，我都还没有试过，每一个百发百中。我是一个科学的依据法，就是小孩的性别是以男生的 XY 染色体来分辨。我觉得红狮皮肤的状况很好，因为通常生男生样子会变得比较 man 一点。对，他们两个站在一起的感觉很适合生一个小女孩。对，而且应该很漂亮。其实我原本想猜女生，后来有一个感应就告诉我这是个男的，我不知道是谁给我的感应。猜是女的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是第六感，因为我有一天就是在洗澡的时候，然后正好在听他们的星期三的那个 podcast， 然后红狮就讲到说她怀孕这件事，然后我的第六感就想说，一定是女生。可是我团员好像全都猜男的，所以我也觉得怎么会这样？我猜男生，但我就觉得她应该会生男生，这也是第六感。这样他一讲就觉得是男生。你上次从看他肚子，你有就是猜测看他肚子尖尖还是怎么样？你那时候也是觉得男的吗？我没有注意他的肚子，就是只注意我的直觉而已。因为我之前跟他聊的时候，听他一些蛛丝马迹，比如说他会讲一些痘痘啊干嘛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是怀疑男生，不是女生。啊，我就是要跟他不一样。不是因为50-50，一半的几率总有一个人会中吧？但是男生女生都好，应该是。一开始不知道怎么，其实觉得我觉得是男生。我就觉得好像是小男生会跟着我在旁边就是玩啊什么，可能他太想要女生了。我后面就突然觉得好像可能会是，不知道。但是我做梦是梦到荆棘。后来查了之后，荆棘是不是顺产？对，平安顺产。男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妈妈你想要男生女生？你看那边有可以生男孩。三，二，我有一天做梦，我梦到一个小女孩穿着尿布从床上跳下去，然后跑过来叫我妈妈。我不告诉你，我不用猜，100%是女的。我刚刚说，因为我梦到那个小女孩太真实了，如果出现男生的话，我一定会哭。可是现在是女生，就是她，我爱你。生女生，小女孩是孙女，太棒了！我爸在睡觉。哎，爸猜对了，他猜对了。哦，赞啦！啊！恭喜你们的大女儿的，祝福他们！他们要组乐团，对，怎么？好棒！哎，星期三被新四了，猜对了，还是有点猜对，是准的耶！希望在你长大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，你会知道阿强叔叔是爱你，平安长大，健健康康，要以你爸以你妈为荣。恭喜姑姑来到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然后你有很好的爸爸妈妈，我相信他们会是非常非常好的父母，然后也很期待看着他们小孩长大。那祝福你们，亲爱的 baby， 真的很期待你出生哦，到时候跟我们的木木一起玩啦。
要当个乖宝宝。真的，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爸爸跟妈妈，他一定会疼爱你到你很长得非常的大，所以呢一定要当一个乖宝宝好吗？变成露营宝宝。对，我们一起去露营，我带你去露营好不好？阿姨带你去。等你长大之后看到这支影片，这是我们为你办的第一个派对，非常期待你的到来。好吗？我们以后会很期待你，就跟现在一样。好，然后就。